好，接着来关注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的进展。我国病例呢，今天重回双位数，新增了二十一宗确诊，两宗是境外输入，十九宗属于本土感染。 在本土感染的病例当中，有十二宗是大马人，那其中有一宗的新病例呢，是来自一个新增的感染群，也就是雪州雪邦拉布兰组新感染群。那这个呃新的感染群呢，目前有五个人确诊。经过当局追查之后，就发现是零号病人把这个病毒呢传染给两名的孩子和两名孙子的。至于新感染群的源头，卫生部还在调查当中，不排除是跟开斋节互相拜访有关。 那另外，今天再有七十六名病患痊愈出院，没有新增的死亡病例。